刚才吹的这首曲子是一首广，是一支广东音乐，它的名字叫《喜羊羊》。这首口琴独奏曲呢，是由刘明元编配的。因为曲子里面牵涉到一些半音，所以要有两个口琴，上面一个是个半音口琴。刘先生的琴谱里面呢，还注明需要用手正音，但是我相信用手正音的话呢，就不能用半音口琴了。我用了半音口琴呢，就不能再用手正音的技巧了。那么这首曲子没有采用特别的那种口琴独奏技巧，基本上是靠福音伴奏来吹奏的，希望您能喜欢，谢谢收看。